新鲜蛋糕出炉咯，赶快来买哟。面粉奶油加鸡蛋，放在容器拌一拌，蛋糕师傅不简单，变成蛋糕和饼干。面粉奶油加鸡蛋，放在容器拌一拌，蛋糕师傅不简单，变成蛋糕和饼干。妈妈，面粉加了酵母粉之后就会变得胖嘟嘟的，真好玩，我以后也要当蛋糕师傅做蛋糕请你吃。面粉奶油加鸡蛋，放在容器拌一拌，蛋糕师傅不简单，变成蛋糕和饼干。面粉奶油加鸡蛋，放在容器拌一拌，蛋糕师傅不简单，变成蛋糕。